赞比法杂，或猫门。对面是一只猫还是镜子，已经分不清楚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阿富很努力的在教哎，还是是阿富啊。我们两个要玩多久啊？他们已经在那边激战了一两个小时了吧？打杂呢？今天早早整天在外面，他的体型啊看起来跟他阿富没有差太多哎。我们今天来挑战早早或猫们，看他的那个学习能力怎样。阿富，教早早怎么过去好不好？赶快学会哦，这样才可以全家畅行无阻。早早这里，对，来，这里有门哦。我嘞不要闻人家屁股好吗？阿富来，对，哎呦，我嘞先示范，哇。欧雷哥哥最有风范，好棒啊、哦！欧雷果然是阿尼基的，你不要去偷袭人家，来，你也过来，阿虎你也过来，哎、欸，你都没有在看，渣渣这里屁股先不要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渣渣有看到吗？哇，阿虎很努力的在教哎、欸，欧雷来去教渣渣。去教渣渣怎么过去哈？渣渣渣渣，你小屁孩连学都不学。这个是 Tony 本季的啊，哎呀，满嘴块肉，还有培新的健康肉泥，这样我可以拿来清新阿皮用哎、欸，它有抗忧郁成分。不要自不量力，不要自不量力，阿武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你确定吗？可以耶。是去的。种在上面。我们两个男猫在干嘛？把两个女生晾在旁边。渣渣，来来来来，对，都来吃，都来吃。我来，来，阿虎来，都来都来。对，来来来来，我来第一个，阿虎第二。满嘴快乐，哇，我来吃吗？你干嘛吃成这个样子？渣渣来，渣渣，渣渣这里。哇，好香哦！过来，你可以无师自通吗？然后连叫渣渣，渣渣过来你才可以再吃。好，那你过去。渣渣不是给你吃的，是阿武哥哥要过去吃的。渣渣，渣渣，渣渣把它吃掉了。不是啦，渣渣，你这样是犯规啦。阿武过去，过去，赶快。对，来，我很喜欢，来，我能吃，满嘴都是肉。你看哪天播下去呀、啊？你这个很奇怪的，哎，怎么过来了？哎，他懂了，他懂了，好厉害，真正的无师自通型，渣渣可以吗？渣渣来吃，哎，熬熬熬熬熬熬，还没呢，熬，熬你去叫渣渣。哇，这里，看到镜子了，对面是一只猫还是镜子，已经分不清楚了。你看，哎呦，我熬进去了，先打开窗户来吃，对，这样可以捞得到。你们两个，靠谱啊，来，渣渣你看。来，我们长大不行的。有点想要动它吗？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是洞？出来之后别有洞天。打开了，然后又关起来了。它应该是在好奇，为什么玻璃可以穿越呢？它是一个谨慎的猫咪。对，你先学习怎么过来。好，再盖起来。哇，恭喜你穿越了，成功穿越之后无缝喝水。来，好，我进去。继续了。你有没有在看啊？阿虎很卖力的示范，但是渣渣完全没有在意。你要看哥哥，看欧雷哦。对，他只示范这么一次哦，就是教你怎么看着玻璃屋而不过来。欧雷啊，你要去哪里啦？肉泥，走啦。大哥先吃。小弟，来，小弟先吃，小弟。还有小妹啊。来，小妹来，我知道小妹无法抗拒这个诱惑的，小妹不吃。他是不是有闻到你的口臭，他不吃啊？我终于发现有渣渣不如你的地方了。然后他，好了，等一下啦。别急。你就干脆两只手拿着自己吃好不好？既然都是像人了，哦，好吃，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那么浓，鸡尾鱼猫草，猫草哦，难怪嗨起来了，阿虎这么的捧场，听到了，好吃，肉泥，他站起来了，你不是人啊，你不是狐獴，你是只猫。好了，吃一条就好了哈。是吧？你看啊，站得多么的，不对，你怎么可以用你的肚子当做你的脚去支撑呢？哎，好吃，早上不吃肉泥哦，真的假的？照镜子，渣渣竟然没把我用食物诱惑，你想吃几条啦？渣渣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哎呦，渣渣很努力，要看着阿虎吃了那么多销魂，所以他受不了了。你不要让自己的手夹到好吗？你现在猫都在里面，他应该会孤单，他会想进来。大家打地主意过来了，好棒啊！渣渣成功，你也成功吃两条，学会的，会的。渣渣是不是第一次吃肉泥？我现在没有印象给他吃肉泥过。阿虎啊，你的印象太多了啊！喜欢，还是是阿虎啊？对，好像啊。对啊，这样就不出来哎。猫过好吃吃，不再烦我了，很棒棒哦。